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一集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内首屈一指的女高音，让我们欢迎林玲慧老师。嗨，老师好。我知道老师现在是台湾最红的、最炙手可热、华人圈最知名的蝴蝶夫人。不敢不敢，只是就是想说年纪大还有人要，就这样了。老师客气了，哇！我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看过老师的第一次的跟吕老师的合作。对，那一次的演出真的，那一句成语叫什么？初生之犊不畏虎。哎，对，初生之犊不畏虎。我那一次真的就直接这样上场，那当然也是。我的老师朱台丽老师帮我准备了很久，大概帮我准备了一年，因为我完全没有唱一整出歌剧的经验，所以就是他在意大利帮我开始从念谱，然后读谱，然后加上每一个段落抓出来开始练技巧什么的，全部这样子一直帮我用。老师什么时候进来国北交大任教的？哦，我也是2012年的8月，8月1号，来报道。Wow. 那我记得我是7月30号唱最后一场，休息了一天，然后8月1号早上9点来人事室报道。Wow. 就只有一天的暑假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整整暑假全部都是关在戏剧院里面。记得那个时候对老师的印象就是，老师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掉下来，就像可能您讲的初生之犊不畏虎，有一种很有冲劲，然后很专注的一种投射力。对，那时候会比较专心，那也不是现在不专心，因为现在就是教书，然后偶尔顶个大浓妆还要接个助教的电话。现在老师是国北交大的系主任。对，然后还好就是同事们很帮忙啊，然后包括我的上司啊，张院长、张清泉院长啊，所以我才有办法还能继续这样子在唱歌方面就是完成我最后的梦想这样。老师应该是，我相信在舞台上有非常的热情的，有热爱舞台。其实我一直跟学生讲，我觉得热爱舞台和职业其实又是两回事。是，对，因为光热爱舞台，其实它不足以来当成职业，因为职业的话，其实夹杂了很多爱恨情仇。如果你不把兴趣当成工作，那你会觉得你的兴趣真美，我会永远保持着热情。但是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的话，哇，又痛苦又爱又恨，好多情绪在里面。主要是现在整个环境的不同，你就会一直想说，我努力了好久好久。对，我的现实和我的梦想其实是两回事，所以其实我会现在一直去跟现在的所有的学生们讲，一定要想一下自己的后路是什么。是，你不要就是一头栽进去，我想要当歌唱家，哎，那我劝你先去卖豆浆好了，就懂了。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就先想到实际面最低的一个。对对，所以就是你们还是要想养活自己的，对，养活自己。这个等于是老师也是这10年回来台湾开始工作之后，自己体会的一种理想跟现实面中间做了一个协调，对不对？对，一定要一定要有一个协调。好，那从2012年，等于老师第一次的在台北成功的登台，到2022年到现在，老师可以说蝴蝶夫人这个角色，除了全本的歌剧形式，然后中间的音乐会形式，到现在我们有10年的这个历程里面，老师有没有个人比较私人的一个在对这个角色的一个感触跟分享？我一直觉得你怎么想是不重要的，重点是导演怎么想，因为我们歌手其实到最后就是要完成导演的图画，对，他就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在里面，就是我想要把它塑造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是什么个性的。那这时候其实你要把你自己想的全部都抛开，你要去完成他的一个人物的设定，但是你不能就是
完全没有意识的只是照做，对，你还是要有办法加入自己的个性在里面，然后自己在歌声里面的诠释是什么，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比较融合在一起，就比较不会有一些人在舞台上走路就是你就看得出来说他的脸上写着导演叫我这样做、okay. 对对，就是不要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想办法融入自己的东西进去，这是一个舞台上我觉得歌手基本要有的一个条件。对，我曾经看过老师的一个专访，我觉得很有趣，当时我记得访问您的人是提到您在跟一个男高音对唱，对，但是因为这个桥段太投入，那个男生已经唱到哭了，哦，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排练，那个也是蝴蝶，那个不是排练，那个是完全是首演。第一场50是那个入戏，然后50是理智的，对，要因为你一定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那我就到后台去的时候，我遇到他，我说你怎么哭成这样？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觉得好可怜哦。哦，真的。所以老师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会在练习的时候，知道明明是有情绪，但是要控制。对，一定要控制。我觉得包括演员也是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排蝴蝶的时候，然后那一阵子我回家，我都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灌输，然后一直被洗脑在那个氛围里面，对，然后环境，对，就是你要笑啊，你要笑得很开心，到最后他不回来了，你就大家就会觉得更难过什么的，所以你就会知道那个笑的背后都是已经在酝酿着悲剧的开始，或者是回到家就会觉得哇，心情好差哦，这样。对，这就很像那会被影响拍电影的，对对，都要然后对，男女主角都要先进入那个情境里面，没错，直到拍摄杀青后才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对，所以有一些女主角或男主角什么拍到最后有忧郁症什么的，那个我真的相信。尤其我们还是很容易被带出情绪，因为我们还有音乐的帮忙。那他们完全真的是靠剧本，这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什么转折，完全是靠自己的心情啊，什么肌肉变化什么的。那个拍完真的是忧郁症，我相信。好，对，好辛苦。所以其实当一个舞台上的成功的演员，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历练跟训练，除了对技巧上的，还有 mental 上的、哦，还有整个思考上的。对对对对，没错。然后你还要自己计算清楚说，我什么时候让声音休息一下？可是让声音休息的时候，我还是在唱。对对，然后什么时候我要放全力？因为都一直在舞台上。对对对对，那你要自己计算好，也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能量要怎么样去控制，才会最恰当的情况去展现出来你最好的状况。对，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老师在意大利一共多久的时间？13年，22岁过去的。那那时候过去已经有点太晚了，可是还好我是学唱的。那钢琴的话过去可能太晚了，对不对？对，稍微如果是老了哈。对了，22岁哎呀，我怎么好感觉是在说我？的确，对歌者来讲的优势就是你们好像后面成熟的阶段会比较挪后一点。没错，没错，越成熟你就会越知道身体怎么运用啊，什么之类的。那对于语言的那个了解的那个程度，文化了解程度会比较深刻一点。老师，我们仍旧很怀念意大利生活的哪一个部分呢、啊？吃吧，就还是吃，所以还是特别道地就对了。我觉得对一个外国人来讲哦，真的，不管你是要过去生活、念书，还是结婚嫁过去了，你最习惯和最不习惯的都是吃。Okay, 对，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因为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第一个感受到的嘛，就是那个。对对 对, 对，我觉得意大利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当时我住在汉堡、哦，我去过几次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人，老师，意大利文这个语言到底对他们的跟他们的这个风俗民情是有太大的关联，大家都这么的哈、啊啊，对，很热情。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邓泰山老师来这边开大师班，然后有一个学生忘记了他
不知道弹了一个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还是什么的，还是哇，他就意大利 Sunny 这样子，然后我就他只有讲 Sunny， 我就哎对，真的，因为我一回到意大利，在德国待五天，好回到意大利，我想哇。是为什么呢？那个太阳为什么差这么多呢？为什么这里天空是蓝的？欸，你们不用防晒吗？就是为什么这边天空是蓝的？为什么那边是灰的？我是待在北边那个米兰 那里，后面到那个布雷夏那城市，我待了五年。哦，对，然后就是天气都是很好，这样。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网络还是那种拨接的，现在小孩一定不知道拨接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你们那我是同个年代。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 email 是这样，拔掉电话线，拔掉，然后那个。网路线赶快唱上去，然后就有这样，然后就赶快收信，赶快收信收掉的时候赶快拔掉。然后妈妈说不能用太多，对，因为它跳很快，那個，对，有算钱，跳钱跳的好快。然后连意大利的电视都只有六台，最大的娱乐就是什么排歌剧票，就是什么歌，对，就什么歌剧票，然后就去排最便宜的学生票，然后就在四楼天边很远的地方，然后遥望着卡拉歌剧，你要站起来才看得到下面，对，然后你坐下来只听得到声音的那一种票。那一段日子，你觉得到现在你记忆对学习上面，你觉得在你生命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对。对，在那里就真的遇到我人生中的恩师，就是我的老师，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是东方人，所以他理解我们东，对，他理解我们东方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包括咬字方面，然后包括你的个性，因为我们东方人会比较拘谨嘛，个性方面跟唱歌方面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包括你的身体肌肉运作什么的，他都会很理解你现在的困难在哪里，对，那当然是很有耐心的教我，包括我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那种什么运动鞋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一直跟我讲，不是要你什么崇洋媚外或什么，都不是，他说你自己用整齐，你自己就用漂亮一点，你细致一点，你音乐上面也会开始慢慢细致。对，生活上面，对对对对，就是品味，我觉得其实是对生活，对，所以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子带着我这样走了这么多年。哇，所以对恩师的感念。对，所以我到现在还在上课啊。哦，真的。一定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在唱了。也是对学生的一个负责。中庭我最喜欢的就是因为它树长得很高，所以它其实四楼五楼你窗户看出去其实都是教书的时候绿意满满，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是快到我们的戏班了，老师心里面有没有对戏上有什么蓝图跟规划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我规划其实很简单，看我在任内可以硬体方面能做到，就是能带给学生哪种最好的程度。那软体方面就是尽量聘到最好的、最有名的老师是进来，然后让学生可以觉得我在国内念书，也可以享受到国外老师大师级的教学的待遇。现在国北好像是走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就是专门都聘任国际的演奏家、演唱家，对，真的是很令人羡慕。我希望就是带给学生有这种就是会有一个目标，让这些老师们把他们的演奏经验、把他们的学习经验直接活生生的传授给现在的学子们。是，对。哇，真的很棒，尤其是看到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设备，还有这么好的师资，谢谢。再次恭喜主任，谢谢。跟大家推荐一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歌手了，那就是俄国女高音 Anna Netrebko。那我最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他呢？我发现我的学生们唱歌，哇，这整个因为中文讲中文习惯的关系，全部这边下巴都是锁死的。那我就
马上找到他的影片，就是他整个脸是放松的，然后他的发声法是非常的深入的，非常的用身体再去运作的一个气压的方式所传出来的声音，所以他整个下巴这边很松，所以变成他的声音非常的松软。所以推荐一些初学的，不管是不是初学或者是对唱歌有兴趣的，都可以去多看一下他唱歌的影片。非常的谢谢主任林玲慧老师，我们首屈一指国内还有其实是亚洲华人圈最知名的女高音，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老师，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一定，然后不止欣赏老师的演出，然后再跟老师聊一些生活跟教学上的一些感想感触。好，再次谢谢老师，谢谢。